今天幸运专题带您看到新加坡的保龄球代表队希望不受干扰进行训练，特别选在私人俱乐部里头来练球。清脆的集中球皮声不断响起，也代表每一个努力训练的付出。说这里是新加坡保龄球队的训练秘密基地，一点都没错。两位代表队选手就选在这个私人俱乐部练球，可以完全避开外界干扰。男子选手王雷明今年31岁，经验丰富，国际赛获奖无数，还因此分别在2002、2007年两度获选为新加坡最佳男运动员。我从16岁就代表新加坡，今年31岁，所以已经代表新加坡打保龄球已经有10多年的经验。我赢的奖项包括了亚运会、世界锦标赛。同样有来头的还有女子选手陈美玲，也是31岁，战绩一样彪炳，加入国家队已经有12年的时间，曾经多次获得新加坡奥林匹克委员会所颁发的杰出表现奖。两人都曾经到过台湾，认为台湾的保龄球实力坚强，双方如果碰上了将会是激烈的竞争，他们也期待双方能在世运会上擦出精彩的对战火花。记者新加坡综合报道。